下午四点起，郑怡静、简彤娟、陈思雨出战桌球女团十六强赛。下午六点三十分起，杨俊翰出战田径男子两百公尺复活赛。下午九点起，林云如、高晨瑞、庄智渊出战桌球男团八强赛。八月七日凌晨四点五十分起，陈念琴出战拳击女子六十六公斤级四强赛。以上是台湾代表队选手八月六号参战奥运赛事的赛程预告，出赛时间皆为台湾时间。更多赛事内容关注中央社，一起为台湾队选手大力加油。